花花哥哥，这算是打脸了吗？如果给自己的厨艺评级，我给你列了好几个不同的段位。我当然是无敌战神了。真的假的？汉堡都糊了。我是，你可以说我唱歌不好听，但是不能说我厨艺不好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之前有提到过自己是亚洲名厨华晨宇。哦，看不上花还是个厨师啊？这个是为什么？就偶尔做一下，做一下，但做的没有那么厉害，对。